走，不要停住哦，卡住的话我们在岸边就会被浪卷到。然后我说往前趴的时候就往前趴，因为踩不到几步，几步就踩不到底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等浪小一点，我们再下去。那我手要拉吗？你待会双手拉这条。来，靠近一点。好，我们出浪区的时候要注意浪盖了，退了之后再出去。然后要注意看后面有没有浪，如果有比前面的还大的，就先不要出去。先等一下，因为在海上它浪一次来的时候会六七道，七道过后会变比较平，平了之后再出去。然后在岸边风会比较大，所以一开始在岸边画的时候要比较大力。要站好哦。那出水我会让你在比较合适的状况上面练习。